是黄玉华。这几天我看过好多视频，也看过所有网友对我的批评，我都全部一一接受。因为经过自我反省之后，我觉得我在控制情绪方面真的做得不好，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空间。所以在这里，我要跟所有川超联队的球员们、贵州的朋友、全国的球迷、所有的网友，我要跟你们说声抱歉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香港明星足球队同贵州川超的友谊赛连日来受到网民的高度关注，而处于风口浪尖的黄日华更加饱受指责，网民对于他在球场上对待贵州川超队员的态度非常不满，还强烈要求他道歉。最初华哥在赛后受访时仍然企硬，觉得自己没错，不过事件持续发酵几日，群情越来越汹涌，今日他终于收火拍片公开认错，还逐一向贵州川超队员、贵州朋友、全国球迷和所有网友道歉。他承认自己在控制情绪方面做得不够好，又说是因为自己一个人破坏了今次友谊赛的圆满，留下遗憾。大部分网友对于华哥的道歉都表示接受，有人更加赞他敢作敢当，不愧是大侠风范。这件事到此总算告一段落，华哥还向大家承诺保证以后都不会再有这样的事发生。